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12月29号，树林站11:04所拍摄的是4017次号雷王发车，就一样先看好树林的区间快车，因绿色下驶下面的900型区间快车。你扫一下下面的900型区间快车，在又是905区间快车，在树林站终点站树林站停靠哦，谢各位安全带，拜拜。